四看庙，这个位进攻，后退推动，上去。这条这翻了，这个位呀，是不是下压？有外资，这可以不用费发力吗？这四看庙呢，这可以回来。向后向外，挂住对方，刚刚找你，勾啊，干什么用？那勾挂学习网回来，还得勾挂。哪条这些技巧呢？在我看来，勾啊，勾啊，勾啊，学习应用。 先放松，对，别太紧了，哎。这太重量了。这四个人发动，再变开来。这四个人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一名英雄，兄弟，把那帮力量全拧回来，对吧？所以我直接我都能穿。有你的力量从这儿过来了，我当这一秒给你加个劲儿，你往前一拱我，往前一拖，这一拳一拧，带过来，我顺着你的力量给他拧开。